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复之诸子，先行各有所好，种种真完其意之物，情必乐招而告之言，汝等所可完好，稀有难得，如绕不取，后必有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一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于汝。复之诸子，这个复啊，就是佛，也就是那一位长者。他呀，知道这个诸子先心各有所好。所谓啊，知子者，莫入父。这个做父亲的会知道他的子女的性情，所以说，知子者莫入父。父亲一定会对于他的儿子啊，是很明白他的性情，他好奇什么他一定会知道的。那么知众生者莫入佛，佛知道啊众生一切的所欲，众生欢喜什么佛都知道，众生的根性是什么根性佛都知道。所以啊，这个佛知道一切众生的性，就知道一切众生啊以前的先心所好。这个先心呢，就是以前所学习的小乘的佛法。各有所好，那么就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他所好的，有的修布施的，有的就修四谛法的，有的就修十二因缘法的。那么个人所修这个法都是他各自心里所好的，所以啊，佛知道这个众生的心所好。好什么呢？种种真完，这个种种啊，最名贵最好玩的这些个珍宝玩具奇异之物，那么很出奇很稀有的这些个东西，这也都是啊，比方前边所说这个啊，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等的，比方这个，这就啊，说
这个一切众生啊，对于这三乘的法门呢是各有所好。情地乐超啊，我揣情度理，我这么想一想啊，猜测一下，按照这种情形啊来推测啊，他们必有乐超啊，他们情地乐超，他们一定啊会欢喜这个法的。而告之言，长者对这个一切小孩子就说了，如等所可完好，说你们呢现在所玩的这些个东西呀、啊、都没有什么好玩的，你不要贪恋它了。在这个火宅里头啊，不但不可贪恋，而且还有危险呢。你们不要用这些个东西来玩喽，我另有啊好东西，那汝等所可完好啊，我另有好东西啊，我这一些个好玩的玩具呀、啊、稀有难得呀，啊你们从来都没看见过呀，这种的玩具才最好玩呢，最稀有，从来没有看见的，你这回看看，这才是新鲜的玩具呢，难得呀，是啊，很不容易得来的，这我都是啊在外国运来的，都是回者在发起啊运来的，外国在这个、这是派来品啊，派来品就是啊从这个好像中国呀得到美国出产的，这叫发起的。花体啊的东西，这叫派来品，就是用船运来的，现在用飞机运来的，就是航空的运来的，更名贵了。一定说啊，这非常难得的，汝绕不取呀、啊。现在我给你这个玩具呀、啊，假设你要是不来呀、啊，把它拿去的话呀，后必。你将来会后悔的，你们赶快出来啦，赶快出来，我给你们这些个玩具，最新鲜的，最新奇的啊，完全都是新的。如此种种啊，都是什么呢？如此啊，哦，你看看，像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呢，洋车，有这个洋车，那又有路车，你看看这个车呀，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嘿，你从来就没有见过啊！快出来了啊！你欢喜洋车，我就给你一个洋车；你欢喜路车，我就给你一个路车；你欢喜牛车，那也没有问题啊，我就给你个牛车啊！快出来了。今在门外呀，这些个洋车和路车呀，现在都在门外这放着呢，您快出来啦啊，这就是啊洋车、路车、牛车。洋车就是比喻的声闻乘，路车呢就比喻的圆角乘，牛车呢就比喻的菩萨乘。它这三乘啊这个三个车呀都在外边，因为这个羊车呀，你看这个羊要架上车是可以呀 拿少少的东西，所以叫小乘。那鹿呢比羊就力气大一点，它要是来呀架这个车上啊，就可以比这个羊运东西运的多了啊，可以多一点。这个牛车呢比这个鹿车更有力量了，刚可以运载呀、人呢、和这物质啊都可以多了，更多了，所以这个叫大乘、中乘、小乘啊。小乘就是羊车，中乘就是鹿车，大乘就是牛车啊。
放在门外呢，可以游戏呀、啊。你们在这三种的车呀、啊，这才最好玩的呢，最可以你坐在车上，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汝等鱼死火柴，你们这些个小孩子啊，快一点在这个火烧的这个宅子一宿出来呀！你们你应该呀，快快的出来，快快的出来，随汝所欲。你出来呀，你欢喜什么东西？你呀，欢喜羊车，我就给你羊车；欢喜鹿车，给你鹿车；欢喜牛车，就给你牛车。你快点出来啦！啊，皆当于汝啊！我呀，一概的都赏赐给你们，你们不要再留恋在这火宅里了，快点出来啦！儿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失其怨故，当而知时啊，这一切的小孩子啊，就是这个凡乘的人和五道的众生，那么听见佛啊所说这个三乘的法门，真玩之物，这么新奇，这么样子啊，微妙，因为这样子微妙，所以就引起呀、啊。这小孩子的这一种的好奇的心的啊，这么奇怪，这么妙啊，失其怨故，这个失就是啊，失得其所，恰恰呀 啊满他们这个愿，他们所希望的这个三乘法，所以啊，佛就给说这个三乘法，这三乘法就是方便全巧的法门。可是你要说真实的佛乘呢，当时这些小孩子因为玩的什么也都忘了，把所有一切的法也忘了，就留恋在这个三界之中，所以佛呀，就设这个全巧方便而为众生说法，才呀巧设这个三乘的法门，那个三乘法。度这个无道的众生，那么最后啊，佛才说这个唯一佛乘，更无余乘的这个真实法。所以在《法华经》啊所说的，都是啊实质的妙法，没有啊。这个拳法，所以智者大师判《法华经》是纯圆独妙，就是有圆教的法。那么在这个学习讲经的各位，对于这个前辈啊，一定要存一种的恭敬心，以后犯于这个讲经的时候，不可以直呼前辈的名字，不可以呀、啊、成这个
过去的祖师的名字，好像成六祖大师。你只可以说六祖大师，不要说慧能。你根本是一个凡夫，对于这个祖师啊直呼其名啊，这是一种最不恭敬的、最没有礼貌的行为。所以称，譬如称初祖达摩大师，你一定要加上一个初祖达摩大师啊，怎么样，还要加上大师。这个大师啊是一个尊称，好像讲天台教的祖师智者，智者他的名字啊叫什么你不要管他，你就称他一个智者。智者不单单叫智者，还要智者大师，不过可以说智者啊，不可以这样，这样太不恭敬了，太没有礼貌了。咱们学习佛法，对前辈的古人呢，这些祖师，如果要不存一种恭敬心呢，那就是你没有法子真正明白佛法。你一定啊要恭恭敬敬的啊，我称智者大师，一定要加上大师两个字。这大师或者好像成这个六祖大师，你可以啊成这个慧能尊者啊，回着成六祖慧能大师。不可以像以前呢有几个人呢也晓得自命啊是懂佛法的，叫慧能慧能啊、哦、这觉得自己比这个祖师都高了，都大了。你这么的叫你家里的小孩子可以这么直呼其名，你对于这个比你尊长的不可以呼名的，你呼名啊这就是一个不恭敬的。所以呀、啊、这一点我们人应该学佛法的人应该要注意的啊，你不要一边学佛法一边呢造罪业啊。本来学佛法要把罪业消灭的，你一边学佛法一边不恭敬佛法，一边呢来毁谤佛法，甚至于这就是啊不单你不能消罪业，罪业还要增加的，增加到什么程度呢，本来是已经清醒的人啊又糊涂了啊，又喝了迷魂药了，一迷魂药又糊糊涂涂的啊，不守规矩了。这就是啊失其愿故，心各盈蕊互相推排，进攻持走正出火宅。这一般这个小孩子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所欢喜的这种玩具，这也就是啊表示佛设这个全巧方便一切众生啊正欢喜这种全巧方便的法门。所以啊这叫鸡叫相成，这个叫也正对这种鸡，这种鸡也正欢喜这种的叫，这叫鸡叫相成。这个鸡叫相成
按照三会来讲，这属于文会。属于文会，也就可以说是啊，修这个四念处这种法。四念处，这是属于文会的，这是啊，实其愿故。心各云蕊，心是每一个众生的心，勇就是勇猛，蕊就是啊蕊力，这个勇蕊这表示的什么呢？这表示一种思慧，思维的思，就思想的思，这思的智慧，这个思维是用般若观照的这种思维，不是像普通人这个达妄想那种思维，这种思维也就是啊参禅那种思维，就是静虑那种思维。所以这个勇蕊就是啊属于思慧，你要勇蕊勇猛向前去啊修行，必须要啊有一种蕊力的智慧。这蕊力的智慧是什么呢？也就是啊俺们那个智慧的剑。智慧的剑呢是能分别是非的，不入歧途，不走错路。怎么叫走错路呢？走错路就是明知故犯，这叫走错路。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了，还要去做去，这就没有智慧见。没有智慧见就是个愚痴的，不单是个愚痴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最愚痴的人，这走错路了。俺们人在没有明白佛法之前要走错路，那因为啊是不知道这个真理。入了佛法之门，甚至于皈依三宝，你皈依三宝之后必须要就依教奉行，你如果不依教奉行，将来一定堕地狱。那是啊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你明知故犯，你明明知道是错了，为什么你还要去做错？啊，这决定是堕地狱。那么，你要能有真正的智慧，就不会做错了。所以呀，这个勇蕊就是个思的智慧，互相推排。
这个时候啊，这一帮小孩是啊，这样方便的法门。于是乎啊，就追求这个苦集灭道四种的真理。追求苦集灭道这四种的真理，然后啊，就能把这个见悔，或者说见合，见合，就能啊服了，能服了，所以啊，这就叫推牌，把这个见惑断了，这就叫推牌，互相推牌。那么互相推牌呀，在这苦集灭道这四谛法里头，修苦法智、苦法忍啊、寂法智、寂法忍。道法智、道法忍，灭法智、灭法忍，修这种的观的时候，这叫互相，这叫互相啊，来观察，互相观察，这叫互相推牌，这个属于自家行的。这个位置，四家行是什么呢？就是南顶忍是第一。他们这互相推牌，这属于南顶这两种的法。南顶在楞严经上呢有讲过啊，这个南呢有一种难易了。顶啊，到了最顶了，这两种的法，这个互相推牌，就是啊，属于这两个位置。经公持走，经，这个经字，就是啊。争取的一种圣理，争取一种啊殊胜的妙理。这个殊胜的妙理，这是啊属于无生法忍啊，这个叫忍，忍位，属于忍位的。共，共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了，共，共字的意思是第一，这四家行位啊，南顶忍是第一。持走，这个持走啊，这个地方啊，是见到位，属于见到位。见到位啊，就是正恶罗汉果呀，正初果，这叫见到位。这个得到见到位呀，断了这个见火。什么叫见火呢？见火就是见着就迷了。看见就迷了，所以叫啊，对境起贪爱，对这个境界上就生出一种贪心，生出一种爱心，这叫见爱。就被这种啊见爱所转了，这就叫见火。那么现在把这种火断了。见入不见，
见也不见了，爱也不爱了，也没有见货，也没有这种的爱的货了，能以没有这种啊见爱这种的迷惑，正道出果恶罗汉。可是啊，智断了啊这个分断生死，而没有啊断这个变异的生死，还没有到这二死永亡的程度上啊，只断了一种生死。什么叫分断生死呢？这个分断生死就是啊，每一个人，你有你一份，我有我一份，你有你一段，我有我一段，啊，这一段由你脚底下到你头顶上，这也是一段，你的整个身体就是你一份。也可以说呀，由你有生那一天到你死那一天，那是一段；由你有生到你死那时候啊，你所作所为都属于你的这种业感，业的招感，所以叫一份。你有份，那么这种分段生死的正出果的圣人断了这个分段生死，蒸出火来，这个蒸出啊，这是属于思维道，这个思维道啊，这是断了啊最后的这个思火，断了思火，证了这个无小位，这叫无小位。无小位是什么呢？就是四果阿罗汉，证了四果阿罗汉，这才能啊出离三界呢。要没有啊正得四果恶罗汉呢，就没有出三界。我们正四果恶罗汉把这个见惑思惑都断了，这时候啊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被气柄所拘，不为物欲所蔽。什么叫不为气柄所拘，不为物欲所蔽？气柄，这个气就是吸气那个气，柄就是秉承的柄，秉承啊就是俺们有生以来呀，由这个父母的遗传，山川水脉的关系，就有啊这种的坏脾气。这个坏脾气呀，想摆脱也摆脱不开，想把它放下也放不下，就被这种的坏脾气这种习气呀，好像啊绑上了似的啊，捆绑上了，一点也不得到自由。怎么说不得到自由啊？说我很自由的啊，我欢喜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你因为这个欢喜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所以你那就是不自由。你被这种习气所支配啊，可以习气欢喜看电影，一天到晚就跑那去看电影，
究竟看电影又有什么意思呢？说的啊，最好的当然娱乐，娱乐完了又怎么样呢？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说我快乐一个时候，你快乐那一个时候啊，你苦的可就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最低限度，你去看一次电影啊，回来就觉得眼睛也很疲倦，身上精神也不够，这是很现实的一种的苦，你不觉得，回着去做种种的娱乐，以为是快乐，其实啊，这是一个苦的根本，以苦为乐。啊，被这种气柄啊绑住了，想要超出三界去就出不去。啊，你想要学一点佛法吧，这个气柄就拉住，不要去。啊，这个学佛法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倒是啊，你睡睡觉最好，或者吃点东西，这对你身体上是有帮助的。这都叫气柄所拘，你知道叫什么？这就是气柄所拘，物欲所蔽。这个蔽呀，就是遮蔽了，遮蔽你什么呢？遮蔽你那个本有的智慧。说没有啊，我这个智慧啊，我觉得一天比一天聪明，一点呢都没有遮盖住。物就是这种物质，一切的物质都包括在内。欲就是这种欲念、欲望，这个欲望，你所愿意的都是在这个物欲里边呢包括着。你欢喜抽烟，就是烟的物欲；你欢喜喝酒，就是酒的物欲；你欢喜吃迷魂药，就是迷魂药的物欲；你欢喜打吗啡，就是打吗啡的物欲。那么这种物欲啊，就把你的自信、光明、般若智慧都给遮住了，遮住你自信、光明、般若的智慧呀、于是乎你就做颠倒的事情。颠倒的事情就是由这个邪知邪见，没有真正的智慧造成的。所以这气柄所拘，物欲所蔽，令俺们在这个三界里边呢，总也跑不出去。你想跑出去吗？就用你般若的智慧剑呢，斩断你一切的气柄和物欲。你能斩断你的气柄和物欲，那一定超出三界去。所以啊，征出火柴，咱们现在啊要争先恐后的，不要落人后啊，不要在这火柴里头再留恋了，以为是一个最好玩的游戏场，这最好玩的游戏场危险性也是最大不过的。所以
啊，修佛法的人要拿出你的正知正见来，才能出三界去呢。这个修道人呢，能以天天知道打坐用功，研究一点佛法，就是有进步。你们无论以后啊，谁成或成了古来的人呢？古来大德祖师啊，不应该成名，这种大德高僧啊，老资格可以叫的。普通人呢，不可以成人家的法名的，或者成个别号。咱们以后呢，看每一个人要往好的地方看，不要看他那不好的地方。你要想一想，哦，这看他长处，不要看他短处，尤其你们在家人不要看出家人过，那么可是啊，出家人这样用功，都一天吃一餐，有的也不吃饭的，你们在家人呢，也应该用功的，不是这以前呢，我说只管出家人，在家人不管的，这是啊，我特别放宽呢，这么讲。实际上啊，你们在家人比出家人更应该用功，在家人呢，应该呀，要比出家人呢更勤力用功，不是啊，说一天就睡觉，完了也不听讲经，也不听说法，到时候念经也不念，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那个将来是会变那个会变蛇的。在庙上做居士，如果不念经呢，很危险的，不修法不用功啊，非常之危险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便宜事啊。如果将来有危险的时候，那我更担心了啊，更这个睡不着觉了。我欢喜也会睡不着觉，忧愁也会睡不着觉啊。我所有的在家的弟子，如果要是都不修道啊，将来都跑到去变蛇去，那忧愁的也会睡不着觉。所以啊，那么每一个人呢，都要自己努力，不要等人家管着才去用功，要自己呀，勤力一点，不要那么懒惰。这个居士，都要有个居士的名称，一定要用个居士。这个居士啊，有十种的德行啊。那么你称他居士，他一想啊，我应该要好好的做啊。那么你称这个法师，说哦，他有人一称他法师了，他自己想要懒一点呢，晓得哦，我是个法师，我应该呀，修多一点佛法啊。我是个居士，我应该护持佛法。那么顾名思义，大家都往佛道上走了。走到这个成佛了啊，那个时候哦，原来就这么样子就成佛了啊，那时候您就知道怎么样成佛了。所以现在啊，由今天开始，您每一个居士啊，对居士也都要互相尊重，是吧？俺们啊，对所有的人都要啊，一视平等，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啊，这期最好的呢，看人家的长处，不要看人家短处。那么有长处的，更应该啊，长处较大多一点；没有长处有短处呢，应该慢慢呢，向长处去走啊。这是啊，我对每一个人的希望。我对每一个人呢，都是一样的慈悲平等来看待的，没绝对没有和这个远和那个近，
你谁修行真正用功，真正学习佛法，那就是我的真正的宝贝弟子。要是不真正用功呢，那我只可以叹口气，这个人呢，我没有法子救他了，所以也就睡不着觉了，就是这么情形。